111年9月22日0时3分，三民区九如一路与庆云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为吴姓老妇徒步于九如一路北侧，欲穿越至南侧，行走在斑马线快车道时，遭陈姓男子骑乘机车由九如一路东向西撞上。经警方到场处理，骑士陈男九侧指为零，身上多处受伤，意识清楚。行人吴富经送医抢救不治，初步研判为机车骑士直行时未礼让行人优先通行，详细肇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。警方呼吁用路人应遵守路权驾驶，行人于夜间出门时应穿着亮色服装或佩戴灯饰，以维护自身安全。